看西莫奈，别管，我管。涉嫌多项罪名的万海金融董事长万朝远，挟持人质拒捕逃亡，日前疑似在橘子山出现。警方处理一起家暴事件时，意外查获，遭警方开枪击中。但万贤却抢走汽车，继续逃亡。被抢汽车事后被丢弃于橘子山不远处。警方研判万贤因人藏匿在附近。啊，丢钱啊！这边是要怎做啊？快点！你们派什么干部先后？伊需要人到三天，我会赶紧我甲伊约束的所在去看看唔好。恁爸若是去遐，伊就知影去倒位找我。万一爸若是无倒过去咧？伊若是今仔无去，我就等到明仔载；伊若是明仔载无去，我就等到后日。我一直等到伊来为止。你不要我哭了！这石头，你这欢喜，敢是想要安怎好啊？哎，你这老阿婆是哪个杂念嘞？好用着啊吼！你较像用的，你细汉的哦，还是恁厝内的人？恁某？哎，恁怎么囝？就甲我讲一下啊！阿婆，你是囡仔呢？问题遐尼多？你无听过老人囡仔性哦？好人讲，人生七十才开始啦，我若甲七十岁扣掉吼？确实是囡仔呢，安尼你要回答我无？好、哦，是哦，啊，干嘛给你糖仔吃啊？糖仔唔免啦，我爱控制血糖啦。行啦。你哪会讲啦？我会记得咱约束，原本我阁烦恼讲你会放袂记啊。我哪可能放袂记咧？这几天你是不是拢有去看？你看无我头的石头，你是不是感觉足失望的？我一直找无机会来看，今日才把读书的困难过来。想袂到咱想的拢同款。我嘛是一直到今仔日，才有机会来囥暗号。原来咱是同一天，想到同款的代志。啊唔对，咱两个真正想的哦，拢足小心的。这都表示讲，咱两个缘分哦，还阁恩恩白作伙啊。对啦，我已经唔是第三完啦，以后你就莫阁叫我数完。也是叫我回关啦，阿婆都已经叫我关系啊关系啊，只是改袂过来啊，阿你哪会这么紧就改过来啊？我为了记得了，还是感觉回关这个名，我用了较惯习啦。连到对地少玩这三字，感觉足气愤的。不管你叫什么名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万太太。
啊，你现在会当交保出来啊？讲起来，咱的律师嘛算真牛，伊想办法说服法官，予我暂时交保候传。啊，真侪案件啊，你无到案，拢无法度处理。非得你著继续避，想办法莫予因抓到就对啊。我知啦，我绝对袂予找着的。对啦，啊，你老太太呢？伊刚走去啊。放心啦，以后我藏在一个安全所在，走袂去啊。啊，不过你伫走路，带一个老太太，敢会真麻烦？啊，你若无爱归去，找一个机会，家己等下做你走，啊是归去予人，永远找伊袂着。我警方认为。一个在你的手头，特别找一个人哦，无遐简单啦。啊，即马这老阿婆真乖，唔敢违背我，伊是我的保命符呢。你绝对想不到是谁出手跟斗相共，就是迄江中人啊。伊甲地清坡有生理上的往来，伊看生病无依无我，所以伊就出手甲饭店房间租落来，让我甲生病住。而且伊出手足大方的，连食穿都会当尽量用饭店计算呢，所以哦，你就唔免烦恼我甲新民啊。江中人甲恁斗相共，爱想要安怎做啊？伊嘛敢若无交情，甲不回风又小朋友呢？我拄则毋是讲啊，伊甲地心宝合作做生意，所以哦，伊的心思遮尼幼，才会斗相共，照顾新民。毕竟。因做孙仔将来嘛，可能会讲好啊。死到伊就等于是做一个大人情，予地清波干是。啊，不过伊敢有需要报告报告这么幼？这心意是还心意呢？都真讲伊要做这人情，心也是会当证明啊。哎，非得哦，照顾我甲心意的生活、食穿，对伊来讲只是一个小钱尔。若是开小钱，就会当做一个天大的人情予地清波。而且，还会当迫害陈忠信，想要害新民流浪街仔头的计划，伊啥那唔做？对啊，这陈忠信哦，都是挑故意甲我出台走啦。伊就是想要看到我的某囝流浪街头，够歹心的。无怪，无怪伊会误大，这江中人会放虎啊害人。真正要遮出头的人是伊啦，伊就是咧气功哦。这江中人一直在破坏伊的计划，这也不劳江中人啊。就是啊，咱总算看清楚陈忠信这少年的真面目啊。对啊，啊你讲要甲新民的饭店多做伙，那你哦，你大家心看好掉，我见迄江中人一定有气度啦。在咱新民哦，做到这么水，虽然讲江中人是咧做人情好地情报，也不过我见那有机会哦。这江中人会孝顺神明去占伊的便宜啊？袂啦，啊，江总裁唔是这款人啦。哎呦，迄天下港的查甫人拢同款啦，只要有机会哦，都会出手啦。花弟，你都要把神明顾好掉，唔通让伊叫江中人又过去，知影无？今嘛是阮在想办法诱拐江中人。超远的知影是我爱身边安尼做，一定会了讲。我千万袂当让破坏阮抓到江中人的机会。放心啦，加油，加油，搁差一点点啊！可能是无啥物件，哎呦，啥物拢无，先卖管，先离开再讲。哎呦，
啊。别怕鬼啊。这死老阿婆，还说伊脚也未走。刚刚伊逃走去，还是有人甲救？林姐，我一定要把这张保命符也带回家去。你什么在那？慢走！慢走！你还敢逃走？阿婆，我等你也不听，免得我惹麻烦。拿起来我。你现在样？我有糖尿病。我的母温蒂又糖尿病呢，你找这病人是要走路啦，想办法给处理掉，绝对袂当让伊去报警。哎呦，到底是我讲几遍啊，我唔得家己掠伫身躯边做护身符啊，啊万一有危险，我唔只有年纪会当提出来保命啊。伊这不是护身符，伊是一个大石头，会给你拖掉的。啊，伊会惊，会叮当，妈妈嘞，危险两句都会听话嘛。啊，会偷走，什么叫会听话？听话的，你绝对袂能够带伊走啊！只要伊会当消失，好人抓住讲，伊搁伫个你的石头，安尼就用的啊。哎呦，你看伊这么这个形啊！伊若对你搁臭几工，嘛是会死。不如让伊一个快活。无遮尔严重啦。阿对，阿你个袋仔内底敢有食物件啊？无。哎，水，你先坐一下休困哦。你先帮我把他顾好，啊，头前还有钱干嘛点？我来提些物件哦。来，来，你吃这顿啊，把火灯摇起来哦。来，再吃一顿。等我要吃一下。没有啦，安尼用吃。啊，这只是救急的，爱吃物件才会使啦。我知啦，明天哦，就去吃物件吼。你看伊这个形。逐顿拢袂当当好着呢，安尼是要安怎对你走路？我家己会应付啦，但伊关灯啊会当冻足久的，还不到揣揣袂叮当时阵啊。等真正揣袂叮当，反正局面就无好啊。听我的，莫提家己安全，讲讲笑啦。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即马身躯有钱，又搁有手机啊，下辈子能搁较顺利，就紧走啦。哎呀，人哦，看到你接应我，啊，若无你嘛有代志呢。啊，不过，啊，你要安怎？我一边好好说啦。好啦，你紧走啦，莫远看到你接哦。你哦，以后莫再给我惹麻烦了啦。